DSE 2018 ICT Paper 1A MC 第十一题，呢一题咧当年只有38% 考生答啱。咁咧题目就讲咧有个 text file 文字档案就装住 string IT string 呢一个文字 string。咁而家咧有人写呢个 program 咧去 display 入边嘅 data， 但系 display 出嚟咧系用 ASCII 曲嘅，即系将每一个字母咧系每一个嘅 character 用 ASCII 曲表达。咁但系咧表達的形式是 hexadecimal 十六進制。咁而家題目就問啦，如果我要儲存呢一個咁樣嘅 pattern， 呢一個嘅即係資料咧，我究竟要用幾多 memory， 幾多 bits 先至夠儲存咧呢一堆嘢咧？咁啊，題目關鍵咧就係話佢講明應該係 hexadecimal 十六進制，而一個十六進制嘅數字咧就係01234589啦，跟住咧 A 至到 F 啦，總共係有16個字母噶嘛。所以咧，如果我要問一問咧，佢即係一個十六進制嘅字母等於幾多個 bit 咧？咁我就要將佢拆翻開啦。譬如 F 係最大一個係15啦，15轉翻二進制就係1111乘1。咁最細一個自然就係零啦，或者4個零啦咁樣。咁所以呢度係要四 bit 嘅。咁其實都可以用條 formula 去計嘅，即係16個 character 等於2嘅幾多次方咧 ？N 咧就係等於4啦。所以到咧，我哋數數咧，有幾多個 hexadecimal digit？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個。咁咧，每一個咧要四 bit， 咁所以咧，八乘四 bit 咧就係32 bits。所以答案咧就係 C for cat。